尊敬的各位嘉宾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叫安子元，今年18岁，来自北京，是高派快板第4代传人。下面由我为大家唱的是一段快板，数唱《老北京》。慢打我的竹板，诸位听，旅游事业大振兴，游北京，逛北京，了解北京，唱北京。您听我的唱段《老北京》。那么那位说你算了吧，不提这个老字儿还倒好，一提老字儿更伤情。现如今城墙城门都没有，茶馆书舍粪吹灯，什么老字号、老玩意儿、老吃喝呀、老胡同，凡是老的全没用了，就欠老头还没扔。我这叫先生，您别伤情，您跟我来呀，听一听，听我唱唱老北京。听完后保证让您赏心悦目，饱耳福，一幅幅的京城画卷面前呈。唱北京，先说成北京城，辽金两代做个都郡，三朝定都元明清。想当初元世祖忽必烈江山那个一统定都城，元朝的能人刘秉忠设计这个大都显才能，经文地理他知晓，经学律历他精通，翻州里亚览易经，10年那个设计了大都城，3头6臂两只脚，北京城建成了哪吒形。那么那位说我不信，北京城怎么是哪吒形？您若不信那听分明，城南3门为3头，城门叫顺承立正与文明，城北这个安贞建德门，那是那个哪吒俩脚北边蹬，东西城门整6座，就如同哪吒炸斩身形。元大都的老北京，后人也叫娃娃城。那万岁爷为求这个设计江山稳，把大都定名叫北平，马放南山那个刀枪明，元朝灭亡李大明，定都南京号洪武，是燕王扫北幽州行，明太祖驾了崩，朱厉王夺取了皇位迁北平，重建京城15载，建成这个城墙有4层，建内城扩外城，皇城为这个紫禁城，东西南北开了城门，城南城北御道平，五坛八庙香火盛，南中北海碧水清，里九外七皇城49门8点一口钟，那明北京木击鼓陈鸣钟，49城月耳鸣，钟鼓楼儿钟鼓响，这个叮儿当啷的响叮咚，风调雨顺民安乐，太平盛世五谷丰，永乐元年学打灯，北平从此叫北京。哎，您跟我的来，跟我的看，要逛北京跟我转，走了一个走，转了一个转，您逛北京我陪伴。打永定门望鼓楼看，那本是老北京的中轴线，东西两城由它分，城南城北依它建，什么永定门、正阳门、紫禁城3大殿、万岁山、钟鼓楼，中心全做一条线，这条线自极了鼓，再有北京这个心有谱，心里有谱细留神，咱们再来数数皇城门，天地日月照乾坤，皇城4门4方分，南为中华门，北为地安门，东为东安门，西为西安门，南天坛北地坛，东日坛西月坛，这就叫南天北地告西安，日出东海月西沉，金銮宝殿当中坐，预示着4平8稳镇乾坤，北京的城北京的门，您数一数我不蒙您，里九外七皇城四，北京的城门太迷人，那真是城门门上有门楼，城门门下有门神，出入城门有时辰，这个时辰颠倒难过门，出城门住城门昼开门那个夜闭门，人出门门堵人，门堵人那个人挤门，夜过城门门不开，这个昼过城门门堵人，要想昼夜过城门，我告诉您是只好花钱走后门，北京的城北京的门，北京的城门太迷人，